照常遐尼水，可惜爱消失去。古情歌，写写爱笔。师傅呀，师傅哎，啊饭拢煮好，你奈袂出来吃嘞？你在想什么？那米哦，我总是感觉怪怪。哪有什么通怪怪？我拄仔搁食两碗呢，无什么问题啦。那饭吃起来感觉哦，甲咱家的米煮起来完全同款，而且搁有米糖哦。完全同款，搁有米糖。啊，咱家的米啊，香香。真米呀，这一空，这么一空，那米根本就是咱家的呀。哇，哪呢？你的小和尚偷咱家的米，无怪哦。你拄则讲什么？真饼一个空，借米唔免还。若是爱我还，我就报官抓你去杀。哼，原来是来这套。小和尚，这条鸟死啊弯哦，我已经要吐转来。水妹啊，啊米都已经吃喺巴肚内，还是要怎吐呢？伊有伊的张良计，我有我的八条腿。伊做七，我做十五，伊不灵，哼，莫怪我不义啊！李董，水妹，你要甲人偷死哦？当时看我杀人啊！啊，无这一声。哈哈是我特别做的下药，只要放一丝丝啊伫个茶内底。哈哈，等因食饱了吼，我就请因啉茶，神不知鬼不觉，互因闹一个吼，较功夫的闹到脚软手软。我去了了，拢无完啦！伊这死囡仔，惊路就惊路，用走的要创啊？歹势啦！虽然做恁师傅讲吼，你有准备茶啦，我是来斗相共捧茶。啊茶嘞？要茶哦？无啦！恁祖妈哦，甘愿家己饮哦，嘛袂愿互因饮啦。有，我就是孤单，安那？啊，这是我拄食。师傅，师傅。我哪只狗啊？闪啊闪闪闪闪啊！你叫我吃太多啦，无食的啦。叔啊，你顶摆替我算命，讲我有后生，啊，不过阮某的腹肚，啊，无动静，啊，无消息啦，啊，我的后生当时会出事啊。哈哈，哎呀，哎，无啦，我是讲吼，命中有时终是有啦，命中无时忘却求啦，啊，你顺其自然就好啊啦。不孝有三，无孝为大。我对不起阮真家的祖先啊！啊，你要要一个后生哦，啊，唔只简单。来来来来来，过来，我甲你讲啦。仆家啊，生做嘛真古锥啊，啊，伊即马去找因阿娘。啊，恁着归去哦，甲收起做囝，啊，一个要找阿娘，啊，一个要找后生，啊，规个恁两爿甲斗做伙。安就好啊！嘿，对对对对哦，哦，安尼哦，拄拄好，爸爸，喂耶！阿水妹，你有要紧无？吼，我呢去闹呢，是先看你要紧。水妹，你若有要紧哦，先入去休困啦。我煞唔知影我要入去休困哦，我是惊哦，你趁我无伫。连这颗狗屎囡仔做囝，
咱另一做囝，我不如来路边捡一粒石头做囝，拢比伊较好，我才不爱嘞。你不爱，我嘛不爱啊。你只安尼哦，我叫阿麦出事。你，嘿嘿嘿，好啦好啦，麦阿咧使我照讲，我看遐尼久啦，哈哈哈。阿达，大家斗阵哦，拢是有缘分嘛。啊，较冷静的哦，欸，对方的优点才看会出来啊。做袂到。我阿娘已经比你好过百倍啦，我要去找阿娘。好，好啊，就你找到恁阿娘啦。恁阿娘哦，一定是歪嘴歪面，三百国兼碰桌啦。师兄啊，对啊，真是碰桌。就对啊，我就你乖，听清楚，我跟你警告，你若敢立这狗屎囡仔做囝。我就跟你去了。没啦没啦，师傅，你紧入去啦。哎呦，夭寿哪里，这样。当面事也拢你啦，我白讲话。我嘛是好意啊，我本来知两个门市办斗的吧，因为我呀。就是，那安尼，两个敢讲这无法引出来，变样样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有要紧无？吼，你老鬼妹，看你有要紧。哎，师傅，你若是有要紧哦，先等伊休困啦。喂，我一定要报仇。师傅，你不是讲无要害人？听着。天下无敌，七步未分烟。只要我呢，站起，蚊子，我就一暝困到天光，就算讲予人哦，光去卖，你嘛唔知影。师傅，也是你较厉害。哎呦，当然咯，马上进。三更半暝哦，啊你唔困啊，喊到大细声是去创啥？无啦无啦，啊你三个在讲啊是啥？我咧学食薰啦。哎呀呀呀，食薰感冒对身体歹啦，哎呦，较早个问题啦。我要来困啊。啊，只单解决一个尔，啊一个过来啊。姚老师，哎呀呀呀呀！啊，你唔早去找恁后生，你是怎来遮斗落来的呀？小姐弟，哟，你这招下当计生对我无效，我今日来得叫无？
内面有三个啦，啊外口搁多一个，啊你是讲叨一个？你卖搁提醒啊！我有看过伊脚底，倒脚有两个，正脚有三个，一定是我的囝。哟，有影无？倒脚，嘿嘿，迄脚内底有记的，就是恁后生哦。安尼好啊，安尼我嘛来去点五粒记哦，我帮助你好无？你竟然敢叫阮白姨？等，讲好好势啦！我做恁的囝，哪有接你的白姨？你家己也我想看卖，你伫咧石头内底封一千年啊嘞！啊，若要做恁囝吼，恁囝应该即马吼，嘛死到剩骨头尔。啊，你讲内面迄是恁囝？哎呦，阿婆囡仔囝尔，迄毋是恁后生啦！别人可能唔知，你应该知影生死轮回这道理。伊一定是阮囝转世。我要甲伊查走，你若是敢阻挡，母仔囝团圆，我一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哎呦，夭寿老李啊！我要让家己的囝是保牢，别人的囝拢死不了。哎，我嘛是阮阿娘亲生的呢。啊，你妈安尼扛袂着哦，都死无葬身之地。啊，这阿婆官那是对你，我看早晚哦，那是死无葬身之地啦。哎，对对，我是在想着呢。啊，这一千年之前哦，恁后生啊，是不是有人赶快让你害死，害到安尼死无葬身之地？啊，你才封杀去，封伫个石头内面啊！你才是！哎呦！走啦！啊，你真够快，留我等。哎呦，安尼无危险啊！啊，好，安尼我看今仔日哦，你修修渐渐的。安怎？有清气无？小姐。我一定找你报仇，我要让林伟是内底的人，不是不忠心之辈。阿弥陀佛，啊，你这个查某吼，真是真歹心的。啊，我好心甲你加钱加，啊，你反倒转来想要甲我报仇，啊，卡袂着哦，开嘴合嘴哦，拢要死无忠心之辈。啊，你这，还是讲真够，已经叫我收起来哦。哈，安尼好，这几工啊，听我清净几工。这个阿娘，啊，甲这个阿娘，啊，两个人差遐尼多。带你去找恁阿娘啦，也想袂到恁两个母囝哦，那惨就冤仇人嘞。嘿，今嘛若是乎恁两个小人，恐惊无好结果。阿爸，阿娘，哎呀，我今嘛哦，还阁有重要代志要办哦。连刚，我若是有闲哦，我会替你找恁阿娘。安尼好吼，安尼等下。喂。啊！你是讲哪啦？你爱对调调，我不是讲卖对。这个事，你若是无爱带去找阮阿娘吼，我就一直甲你对啦，对到找到阮阿娘为止。哎呀，你这摆是在甲我抢完啦？啊，若跋山过岭，你嘛是要对我就对啦。哎，啊，我不是跟你讲，我老闲，我会替你找恁阿娘啦，拜托。我不管啦，我要找阮阿娘。呀，哎，啊，你真够劲的，啊，真是明硬要对就对啦，啊，那硬要对。好啦，我予你对啦，嘿嘿，啊是讲你爱答应我一件代志哦。我若叫你做啥，你都爱做啥，袂使硬嘴硬舌，问东问西，知影无？你做会到的？做会到。有影无？不是开这个嘴呢，查甫囝讲会到，爱做会到呢，哈。啊，你才有志气哦。好。啊，就决定，哈，予你对，行。哎呦，这个一粒石头，大细拄啊好啦！哎，这宝物，宝物，这一粒石头呢，那是啥物宝物？哎呦，你囡仔人是不啥物叫做宝物啦，莫讲啊这啦，来，摸个。哈，这是重的呢。喂，
我拄则甲你讲啥，你拢袂记啊？袂当应嘴应字，问东问西啊。对啊。我知啦。莫改。这我来。来来来，人客人客，来得坐来得坐哦。温馨开幕的哦，来来来，哎，手大爷，要买金帽哟。来来来来，来得坐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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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新开幕！是是是，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哈哈，这回这。哎呀，哎！无啦，头家，你收咧收。我今仔日哦，唔是要来化验啦。哦，你是要来创啥？我想要买你上宝物啦。宝物？看你这般的，当啥宝物啦？是啊是啊，你看了我无点的。阿伯啊，哎，甲囝仔食，互伊看一下。我讲这个宝物啦，这都是石头嘛？什么这石头？哎，啊好啊好啊，收下去收下去。这个石头你怕什么卖偌济？算你较俗的啦，安尼得？五两？五十两啦？五十两？这个石头你要卖五十两？哎呀呀呀！我本来怕算要卖你一百两的呢，那是看你拄只哦对我正客气哦，我甲你跟他对账。哎，笑笑的，啊，钱提提起啦！哎，顺嫂，石头搬搬起啊！哎呦，唔通搬啊！那是四千也未够，四千也够哦！你著知讲，这点路是宝物啦！哎呦，你看看你啊！阿婆，咱卖插边，咱先来边啊坐。哎呦，啊，这么快吗？加油！啊，去刮风啊！是。哎呦呦呦呦！啊，嘿，头家，三块，五块无？是不是宝物啦？对啊。哦，你看我讲啊，这个宝物哦，最近的啊，一个刹那嘞，这个刹那来刮风哦，赏金爱五十两。哎，我看咱两个参详一下哦，爱五十两好啊。好啊，我你一条命，安尼算你有数。有，好有数，好有数。先生啊。我随提钱，哎，好，不不不，稍等，嘿，你若要提五十两，我要上大角啦吼，啊，若提银票，我上大厅啦吼，我把你规矩拢甲我当先啦，当先啦，嘿，当先啦。我叫是讲哦，你给我搬石头，其他叫我卖对，啊，你哪会知影迄间店有歹人抢店？天在地在，在者未在，不在者什么都唔知啦。什么意思？哎。哼哼哼，安尼就对啊啦。世间烦恼贪嗔痴，不如潇潇过翩翩。人人叫我小姐的，嘻嘻哈哈，哗啦啦啦啦，嘻嘻哈哈哈。哎，大叔啊，你的当先哪去啊啦？这当先是要给你啦，倘好等于拆我，甲恁安尼啊治病啊。听下无？啊啊，听，嘻嘻啊！刚下输啊，刚下输啊，刚下输啊！好大爷，甲皇帝玉树的牌匾，用牌都唔敢转来，啊，佮阿虎、扑克、佮小姐姐，啊，规暝拢无转来，啊，唔知走去倒啊，哎。什么后山出妖怪，也无讲好清楚啊！嗯，遐哪有一个查某人倒在遐？狐狸，狐狸，你小心些些啊，狐狸，狐狸啦！古井的海边，有鸟声遐尼美，可惜爱已消失去。古井歌，声声哀悲。